那就是那那讲的哦，就洋基的打线一样，钻石打线的、嗯，就不会有所谓之前有提到的打者消化理论啊。对，这一局哦，进攻方我把第九棒在这一局啊消化掉，我下一个半局没人出局，从第一棒开始来打哦，这样子比较有利。陈俊辉这个球还蛮打得很远哇，他说我要上垒，不要小看我，看扁我，单麦敲了一个二垒安打，中右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。下次不用了，他第九棒这一个半局是第一个上来打，还一下上到二垒嘞。对，陈俊辉要让大家知道，现在开始没有消化理论了。哎、嗯，不要小看我第九棒，他不是自动出局数。对。